师傅，那个我学心灵法门不到一年，然后特别激动感动，您看我身上有没有灵性？身上总是唐困。嗯，你身上有孩子，有掉过的孩子。哦，我身上掉过孩子，然后我之前念了小房子，然后我记得我梦见有两个人怀孕了嘛，然后这个就是还什么孩子还没走是吗？走掉了，孩子走掉，但是你好几个了，你不知道的还有好几个呢。哦，你自己怀孕不知道，你打掉的有应该有两个，但是你自己不对对对对、啊、我打到两个对、啊、我跟你讲了，看着还有不知道的还有三个、嗯、啊还有三个呢啊哇，所以叫你们、哦、那是当心在每个二十一章是吗？再这样念试试看吧。嗯，哦好嘞，因为师傅您看我家里佛台怎么样，因为家里边哎呀原来不懂嘛，学净土哎呀有两个佛台，然后一个是供的咱们观音菩萨，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供的什么仙家什么的。啊你说可以不啦，仙家怎么这个已经不是菩萨了，嗯，这叫神台，供的一个叫佛台，佛台和神台是两个概念。啊所以有时候我经常说的，我其他的法门我不讲好坏，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心灵法门绝对好，就这么简单。对对对特别好、啊、我真的我就是特别那个原来学净土总是念那个地藏经，然后孩子也没超对走、啊、现在一念这小方子哎好像就没念过多的，好像那个两个孩子就感觉两个人怀孕了，但是这不知道还有其他的，然后我就知道多胎两个。对呀、啊，因为只要你梦见两个怀孕了，就说明两个孩子已经离开你，到人家肚子里去投胎了呀，这还不懂啊？嗯。啊、那师傅您能看一下我家的佛台好不好？因为有时候烧香也会打卷。嗯，来过，护法神也有，嗯。啊，护法神来过哈。菩萨也来过，嗯。啊，菩萨也来过，太感恩了，因为我供的是。如来还有是写的，然后还有一个地藏王菩萨，完了一个观世音菩萨的慈像。嗯，你为什么不把我们心灵法门的观世音菩萨放上去呢？啊，对，我特别想供，因为我想着我跟菩萨说嘛，因为我要把家里边那个神台那个供的那个仙念，我要每位念二十一张小方子，然后就是请走吧，应该是，然后我想着把东方台的观音菩萨请到家里来。然后特别特别想请东方台的观音菩萨。嗯，你想您看要现在请的话还是不太合适呢是吧？还不太合适。嗯，就是因为家里边太乱了，就是自己写信到东方台秘书处来问吧，这种嘛要一早不一迟啊，就等于我现在已经开始看这个医生了，我还不愿意吃这个医生的药，不道理是一样啊。啊，明白明白了。啊，这么明白了。这你已经跟这个医生挂上钩了，你说说看，你还不把人家医生的药先吃起来啊？否则你看什么病？好，明白明白。哎，明白明白了。